水晶里的事，可温尼斯，他怎么会被关在里面？或许有什么办法先把他救出来。
我自愿献上我的灵魂，请求实现我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请让我回到半个小时前。当然可以，但你会失去现有的记忆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不能反悔，你的灵魂已经属于我。格温尼斯，我现在还不能救你出来，但是李斯特去救你了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
我是你哥哥的好朋友，捉迷藏已经结束了。我们赢了吗？当然赢了，格温尼斯藏得最好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哥哥呢？哥哥去哪里了？山姆。我被爸爸抓到后，哥哥一直陪着我。他说只要我睡一觉，醒来后就都结束了。山姆在外面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射穿了，快跑！后来呢？李斯特最后只来得及把格温尼斯推出去。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像梦一样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。手心的符号和笔记也都消失不见了。我告诉警察在商城里发生的事，可警察并没有找到尸体，但我知道李斯特就在那里。你有去找过格温尼斯吗？我没有找到他，只知道他被一对夫妇收养，跟随他们去了英国。后来我一直在搜集恶魔相关的信息，但并没有重要的收获。如果不是你来找我，我都怀疑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这并不是一场梦，多列女士，你的经历对我们很有帮助。能帮到你们，我很荣幸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了，多列女士，祝你午安。没想到你也会有失误，把那么重要的东西遗留在现场。唉，这次数量终于够了。我故意的，总得有人来记住这些事情，我很快就会忘记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次愿望是回到过去。我想再吃一次6岁时的生日蛋糕。
我们可以六岁时再见，希望这次你能答应我的求婚。六岁小孩子是不能结婚的，托比。Thank you.